到现在已经3点多了。对，而且你是最吃亏的，因为你是最后一个，对，很晚，有可能会流失掉一些。我就想说，他们明天都要上班，对，好，卖烟钱，好不好？来，带来一首歌，叫什么？我好想你，苏打绿的歌，哎，好听哎，哎呦，那就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到底会不会有歌迷朋友来带来《我好想你》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因为一首歌，我说：“哎，谢伟玲是能唱的，会唱，能唱。”上次超一来，距离他发片竟然是9年后。哎呦，对你太晚上我的节目，一炮就红了，好吧？立刻来揭晓，到底有多少粉丝来到我们现场？闭上眼睛，来。尖叫声！哇，好多人。哇，好感动哦！最后一台南，台南来的朋友啊，他也从台南来，太感动了吧？真的假的？我的天哪！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！等一下坐最早的，赶快12个人有什么话想对他们？来，台南，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。要不然你叫名，点名，点名吗？哎，里面有一位几位的同学，不是，请。是女的，所以我就会在里面。什么都认识，都认识，都认识。你这个不输贵呀！金教练，都认识，都认识。这个乱灌票了，真的。好，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？就是有点感动。我刚刚一直想说，我应该会非常镇定，但是怎么看到你们就是出现的时候，我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很镇定下来我的情绪，因为现在时间真的很晚。每次觉得会很想要放弃唱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每次看到你们的支持，就是真的是让我想要继续唱歌下去的动力，是真的。我真的很爱你们，我真的非常爱。